小明，哎，去北里吧。为什么呀？我妈刚给我打个电话，说那个村儿又有乡亲来城里，然后给咱捎来点白菜，捎来点年糕。是啊，给我打电话说快到，快不是到前了。两天刚订的菜，这次一听，这次又烧东西了。咱在城里封的，他在老家封的，都封着呢。他一听说有人来，就烧东西。人家说快到了，他说有白菜，有年糕，听他说那样还有老多嘞。他说是你到啊，那儿看吧，我说哎呀，咱妈也是啊，真是太惦记他们了啊。你啥也说，行啊，咱。可不嘛，都是方的呢，也不是说他那边解封了呢。他听个村儿人说来这儿办事嘞，然后他就说家少点儿。行，那我人下家给去。我打电话，快到了，你下去等个家吧，不那叫我人下家去等吧。个咱俩。你看着孩子吧，我在你这去玩儿挺吧。好。好好啊，姥姥惦记你呗。姥姥又给你烧好吃了，是不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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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咣咣一个，咣咣一个，咣咣咣咣咣咣咣。今天我丈母娘托朋友啊，从老家给我们带了一些吃的，鸡蛋还有肉什么的，水果，现在刚接到，现在拿回家去。门响呢！哎呦，哈哈，醒了！哎呦，拿这么多东西让干嘛？可沉了，这里面是鸡蛋，也别换鞋了，先放点吧。先放这吧。还有苹果，先放桌吧。这里面也不知道拿的什么，沉的不行。是啊，你拆开看看，你先脱一身换洗吧，就行，拆开看看。我洗个手，洗个手给它拆了。哈哈，看见爸爸笑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。我也要找爸爸是吧？我拿这么多东西，俺妈给我打电话来说，拿点儿糕，拿点儿白菜，还给拿肉。是吗？啊，这两袋反正挺沉的。对，还有苹果，还有鸡蛋。我说你在家吃吧，你再在这儿吃鸡蛋不是能没梦？然后俺妈给俺妈爸、俺奶奶。俺奶奶年纪大了，俺妈俺爸走会儿挺实力慌。我说咱们在家吃吧，他说往这少拿点吧。拿的全是笨鸡蛋。啥也解决的。这啥苹果？这是苹果，这是苹果，梨，这是梨。拿那么多哈？这是肉。这边白菜，白菜，我说你在家吃吧，我说肉放哪了？咱在这吃不是没方便吗？然后我说你在家吃没不方便，不是？俺妈非说家有肉，我说你在家吃吧，俺舍不得吃。不过他在家一直都干活，吃饭总是凑合。对呀，我这么多糕。这是什么呀？糕。你吃过没？没有，一会儿了，晚上了给你炸一块儿，然后搁这个糕说给俺俩一点，给俺进了点，分。哇，着急的，这还有一点大米。是吗？哎呀，这回看。这个啥？这是鱼豆腐。他在家吃吧，哎，咱，哎呦，咱在这啥也能买，他啥也给咱拿，鱼豆腐给肠。哎呦，真是俺妈也是啥，这还有一点大米，咱在这啥不能买。哎呀，你说拿这么多东西呀？就是，什么也行的，家里的也不知道有没有。我说这个鸡蛋，我说咱在这吃方便，咱在这弄买个方便。对。我妈妈没洗手，叫爸爸包吧，好好包他呀你。哎。真是啊，拿那么多，嗯，还有白菜、苹果、梨、
鸡蛋、肉，还拿那么多肉。那苹果拿那么多，家里不知道有没有呢？家里有，家里我说你在家吃吧，在这吃不了这么多，他就是想俺那邻居在这里烧一趟就烧一趟吧，谁知道啥时候才能解封嘞？可不嘛。反正是他在家里，我说你在家里又吃的慌。我爸那腿也不得劲儿，你就在家里吃吧，吃鸡蛋，每天吃那些煮俩，是不是？对。一加一啊，煮鸡一加一，是不的。光光，那回说了，他说。在家光知道干活。对呀、啊，在家光知道干活，还叠鸡蛋。哎，我看见那个小甜水泵，我爸那腿走我又一尺一尺的。嗯。越说这心里越不得劲儿，那给拿这么多东西儿，就是哎，他们在家也是不容易。对呀、啊，你说俺奶奶每天工作到干活也不好好吃。对呀、啊，一天都吃一顿饭。嗯。一天都吃一顿饭，忽往里十点多，别人都睡了，刚从主场回来，刚开始吃饭。家里有好吃的就不舍得吃。啊、嗯，这不都给咱拿着。哎，这匆匆回去了，匆匆回去。还能帮妈干点活儿、干活儿是实力活儿、我再也回来了，被封在这儿也回不去，帮不上忙。那个匆匆再帮妈也是个黑影。嗯。那个解封老板解封了，解封了，回去干几天活儿，多干点活儿。就把这收拾收拾放冰箱、把这个了，咱们分分。你先去洗手吧，洗手抱孩子吧，我看孩子想找你呢。行了，我给黑影那儿做饭了，做那个叫啥，那个炸了点那个胡萝卜泥。是啊。我听个好了，我去看看。好了，拿过来，我喂他。嗯。他估计也是饿了。该冲点米粉，放点胡萝卜泥。吃饭吧，走。走，爸爸喂你吃饭啊。